老 baby 们。哎 ，Hello， 什么滋味是？啊！哦，韩哥掌握到了精髓。哇，韩哥好好啊，肯定偷偷练过。Okay, 偷偷练过。今天我们想唱的舞台也是有史以来啊最拥挤的一次。是。但是我听说他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要分家。哦。哎。今天就是那边是粉红色系的，他们的名字叫做粉红男孩。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宋木子的方式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月曲月曲。我觉得生哥已经很抗拒了，生哥咬紧了牙关做出了这个动作。我感觉生哥真的很不想跟你们成为一对，地板上都是油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